远投在距离是多少米，很多人一般是几百米，还有一些可能有1000米，但是我想说这些太低了。有人实现了最远投在距离，这个距离就是10000多米，是不是非常的高？很多人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，下面来欣赏一下原视频。想要解锁最远淘汰距离，需要在地图左下角击倒一名敌人，然后返回出生岛，这样就能解锁最远淘汰距离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极限淘汰距离是10000多米，应该没有比这更远的了吧？看完之后也是非常容易，只需要在左下角击倒一个敌人，然后驾驶载具来到右上角，这样就可以实现10000米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被击倒之后会一直掉健康值，所以还没有来到右上角，敌人已经变成盒子了。那么原视频是怎么实现的？我想应该是在创作模式里面，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一个瞬移，可以瞬间来到地图右上角。下面来试一下可不可以。首先击倒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战神玩家才能关注我，不信你可以试一下。然后来到出生岛，下面来看一下能不能实现。可以看到是9000多米，感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。